11月17日，有媒体拍到张亮独自现身去做核酸，随后开车接前妻寇静和一双儿女回新家，一家四口美满团聚。到达新居后，寇静率先下车，张亮一直跟在身后，两人形影不离。张亮还活泼扭着屁股，似乎在和寇静说什么好笑的事情，看上去心情超级好。天天手中拿着手机，一边走路一边还盯着看手机。14岁的他身高优越，看上去直逼父亲张亮，穿着黄色卫衣十分帅气。2019年传出张亮与寇静离婚的消息，随后张亮发文回应，称自己和寇静在2017年就已经结束了婚姻关系，不过这只是家庭内部决定，希望大家不要过多猜测。但两人一直关系亲密，多次被拍到同框出行，因此关于他们复婚的猜测一直没有停过。无论婚姻关系如何，只要他们相处舒服，对孩子负责关爱就已经足够了。毕竟两人此前的感情一直十分稳定，两个孩子又如此可爱，最后也希望两人早日复合。